杰作。颁发出任校长奖。出任校长是教育界的生力军，教育是一条充满挑战之路，需透过学校团队合作方能达到学校愿景。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处均会透过选拔机制，从各候用校长名单中遴选出新任校长。本校今年共有30位校友出任各级学校校长一职，请校长为我们颁奖。王志全校友，特教系97级毕业，现任国立彰化特殊教育学校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王校友获奖。吴新红校友，特教系102级毕业，现任国立和美实验学校校长，请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吴校友获奖。林明宏校友，数学系87级毕业，现任台南市立善化国中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林校友获奖。许元丽校友，数学系72级毕业，现任新北市私立时语中学校长，请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许校友获奖。陈彦文校友，公教系88级毕业，现任南投县立清境国小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陈校友获奖。陈森杰校友，数学系82级毕业，现任台南大学附属高中校长，请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陈校友获奖。陈习辉校友，公教系105级88级毕业，现任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陈校友获奖。曾雅莹校友，教研所101级毕业，现任彰化县立后寮国小校长，请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曾校友获奖。沈树林校友，公教系106级，科研所87级毕业，现任台中市立长益高中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沈校友获奖。黄国廷校友，特教系92级毕业，现任台北市立立行国小校长，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恭喜黄校友获奖。彩秋菊校友，教研所99级毕业，现任南投县立鹿谷国中校长，请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
蔡校友获奖。简静怡校友，教研所九六级毕业，现任南投县立鱼池国中校长。请郭校长颁发奖牌。请校长颁发讲座。请得奖者往前，与校长一同合影留念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恭喜以上得奖者。